蓝色角落 Sky 还有我们的阿勇哥，红色角落的是卡祖亚还有海森，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场压轴特别双打赛，将我主播易先生跟我们的赛云超级大自然队长队。好，现在首先上场的是海森跟海勇。哦，一开始海森马上先扣住了这阿勇哥的脖子，用脚踢之后，在力量上的比拼，海森把阿勇哥给撞倒在地。马上第二次，阿勇哥正面吃招。使用了踢击，但是该身体上面利用，还是海神射一筹。趁对方在怒火之际，哦，直接开场就来了吗？一开始要用绝杀技，但是没有想到马上海神靠体力破解招数，直接起来，我用阿龙漂亮的勾脚反制了对方的帅气。双方互不相让，可以看到两个经验老道的选手互相想要找到机会来对对方施出致命的摔技。换上的是我们的 Sky 出来，大家跟着一起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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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在这边唱名，指名要卡姿雅上场。海森就在前面，完全不给海森面子，这海森忍得了吗？现在海森换手，卡姿雅接受了 Sky 这边的挑战。这两个人的关系也是相当深厚啊，过去 Sky 也是二王军事的一员。但现在他已经自立为王，什么王？中二之王。没错，但是他一直是中二之王，现在是属于正规军的 Big Way。马上直接秀出自己的肌肉 ，Sky 的确在身材方面现在是调养的非常不错，是比起以前相当好。他现在是在调侃二王吗？哦，指着对方鞋子，请对方绑鞋带，然后侮辱了对手。这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样的打招呼方式？这一巴掌，我被激起来了！哇，完全不留情面的一巴掌！哦，肘击，巴掌完之后，那是肘击的护靠，好久没有看到如此激烈的动作。他在连续连击之后，抓着他头发直接压地而上，抬起来，留神做反制，挑了起来之后，绊倒了对方。哦，要比较受到威尔会起来，正中红心。哦，从来没有看过 Sky 那么帅过，真的 ，Sky 的霸气展现了出来，控制住了卡姿雅。一个角度冲刺，卡姿雅顺势把这样抬了起来，现在面临了危险，直接掉下擂台。
观众，擂台下乱动，请各位注意自身的安全，还有随身的物品。来，哎呦，马上进行了救援。艾森继续跑，艾森终于看不下去了，兵前面速度开始急速不好。没错，因为两个人也是恩怨已久，不由速度。哦，把对方塞到了观众席内。现在是场外乱斗。艾森想要用中间橘子的艾森去两个人进行逆转，而另外一边艾森也抓着 Sky 来进行攻击，艾森的反击，艾森的前攻又在倒地板上，现在分王，二王把 Sky 丢到了神擂台边缘，我去那边好不好？去那边好不好？一个面部的撞击，换到了旁边的金树，这下不行，他最好。Sky 的脸硬生生撞到了金属脚筋旁边，观众注意自身安全。再一次，而在另外一边的海神是对的，在地板上的阿勇斗穷追猛打。这边二王也继续对 Sky 进行攻击，没有想到这个双打在台下展开的是一面倒的局势。在台下完全由二王军拿下了优势，把卡卡的 Sky 送回了擂台上。卡就要进攻的时刻，阿勇斗已经被控制在台下了，暂时没有力气，需要阿勇斗的救驾。这时候可能忽然刷到了神酸，马上被卡就要给抓开。卡就要拿出自己拿手的招式。又一次针对手部的攻击，然后再一次，好久没看到这一招，好怀念，好怀念，但是也很残忍啊。没错，现在 Sky 晕头转向，要换海森了吗？把脸直接丢在海森的脚上，换手，海森继续进攻吧。轮到海森继续对 Sky 进行残酷的折磨。前面的苍秋现在没有换到好结果，阿勇斗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到台上。那个金币弓相当的大力，吊车吗？一个吊车，但是 Sky 硬是撑住花姐。他知道他现在没有办法，他一定要撑到阿勇斗恢复体力为止。没错。又是一个相当大号的踹击啊！Sky 这个重创暂时没有办法在台上给予任何的反击，海神可以说是 NDW 的选手破坏机器，他可以说是活体的破坏机啊。没错，刚刚打的人一定跟他碰撞，没有人能够不受伤的在他面前走下擂台。哇，现在换手，哇，这边是一个双足合击，控制住之后旁边的一个踢击重创，这个踹击真的对 Sky 的肋骨踹击再抬起来，刚刚大号的是李帆摔啊，他居然直接把杀招开在的是 Sky 身上，阿勇斗现在才终于回来，有没有机会？那可以说是完全二王的，他就跑去干扰裁判，同时让孩子使用了犯规的伎俩，没错，这已经是犯规了，借用神手的攻击。阿勇斗进行抗议啊，但是裁判没有看到伤害已经造成，他是 Sky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现在再度换手，由海神进场。海神现在抓着 Sky 要使出什么样的招式？变相的绳索。肘击相当用力的肘击，看得出来，在这个撞击频频当中，两下，独瞄两下。艾森把阿勇斗再度撞到擂台外，准备使出什么样的大招？抬起来，把力直接下去。Sky 是否还撑得住？看到艾森的表情，还没玩够，连身都还没暖起来。上一场的比赛 ，Sky 也在被艾森玩虐啊。两个人上次的单打比赛 ，Sky 也是被他玩虐。Sky 现在陷入了困境。
哇，现在被勒晕的感觉，这个锁喉相当有效啊！大量的重伤害，加上现在缺氧，哦，已经没有几乎快失去的意识。一个足球踢击，哦，哇，一个足球踢击踢到 Sky 的背部，哦，这声音沉甸甸的，哇，他现在整个背部应该相当难受啊！可以看出来，拍摄真是全面现在破坏覆盖身上的任何一寸毛皮。是是是，观众依然替 Sky 加油。失落下去，完了，一个眼神，下来一个眼神，漂亮，再漂亮。Sky 最后的意志还是挺住了。啊，相当危险啊！延迟落下去，能不能找到安国换手，这边是个关键的时机点，但是又是一个。无极的组合技，现在看起来是遥遥无期哦，这是一个爆弹的攻击啊，现在看到卡朱亚他们这边灵活的运用裁判，仿佛这场对决变成是三打二啊！哎呀，裁判完全没有看到卡朱亚他们的招式。去看现在离阿雍多少，就只有短短两步的距离，但是就像天堂路一样过不去啊！没错，卡兹亚抓紧了机会，不让 Sky 去换手，继续的攻击 ，Sky 相当危险了。再一次把 Sky 头撞到海神的手肘上面，现在可以看到 Sky 的眼神已经涣散了。Sky 现在需要他的力量拍击。承受了真的是可以说沉顿的伤害了，是，真的来有如如来神掌般的，但是Sky的眼神还没输，面对海胜，你来啊，我扛住。Sky 的气势又压了下去，心想这个家伙怎么还没有倒下？咬住边，一个手肘 ，Sky 终于恢复了反击的机会，从角度旁边一个落下，遭到接住，被他踢起，震动红心的被他踢起，要换防之前卡兹亚进场，马上一个低空踢起破坏了他的好事，没错，马上卡兹亚抓住了逆转的攻势，不让 Sky 反击，漂亮的闪躲反扣没有成功，击败了。独鸟二没有成功压制，时间已经经过十分钟。啊，现在一个金币勾 Sky 晕头转向，比赛可以在他的手上面结束吗？十分钟 ，Sky 单方面承受了所有的攻击，是几乎是已经 Uncle 好像都没有上场的感觉。Uncle 现在一直在等待换手，但是没看到他们的邪恶伎俩，一直不让。Sky 去跟阿龙换手。Sky 撑住了 ，Sky 加油 ，Sky 撑住了。我不能再吃到你这回游戏。马上又被海神破坏。海神表情越来越愤怒，只是巴西要把你给解决掉。在海龙哥的面前，吊着反转。成功的夺独秒两秒，比赛还那么刺激啊，还在继续。海神，你觉得奇怪，怎么还没死？海勇狗依然没有上场的机会。相当疼痛，哦，好大声！现在海神踩住了 Sky， 要进行的是换手吗 ？Sky 全部的体力都拿来扛住。两个人的攻击，现在卡西亚再度进来攻击，连续的攻击，哦，又一次，又是针对肋骨的踹击啊！天啊！数一数 ，Sky 现在暴击至少已经吃了五记的，哇，杀招出来，绝招要出现了吗？无限，哦，没有无限的攻击，把妹 Sky 找不到机会了，卡西亚马上稳住身躯，这是连续的反击，绳索旁边闪过第二次。
轮到，对，轮到他们的节奏了，两个人起来，出来，轰炸卡姿亚的背部。还有观众旁边已经忍了非常非常久，没错，一次的爆发，现在已经不是台湾得用，是台湾得一怒了。表现居然一个人摔两个人，太夸张了啦！还不要卡姿亚站起来，叫卡姿亚掌握这个攻势。现在又是一个组合吗？合体，哇，这个重量连上！来到了十五分钟，再来一个，再一次吗？看到挣脱，漂亮的回旋踢，攻击的地方打不中，没有这边到前方的控制，哇，又切入了这，下一个无限，危险危险危险，大家。双方现在只要一记的破坏技就可以得达成压制，便是队友一定要马上及时来破坏压制啊！是，现在阿勇有危险了。